士你好，你好啊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是。今天呢有机会来碰到您，是不是可以请您讲一下您的做这个自然绿有机农场的这个因缘？是的，好，谢谢，跟您分享一下哈。我来到这块土地是三十五年前哈，然后我是喜爱好大自然。所以我在那边开，可能这一片呢15000平的土地，然后盖的木屋，然后引接了很多人来这边度假，啊，后来我们也从事了有机农场的种植，那也开办了养生的营队，啊，大家反应很好，所以我们很用心的在这个有机上面的一个叫做自然法则的有机，去琢磨，啊，自然法则就是合乎大地最自然的规则去种植的方式，哦，那等于说这样的方式就是说，意思说它是阳性阴性，我们马上可以知道说它是合乎地球本来是阴性的，水也是阴性的，我们种出来植物要阴性的，那才是叫做自然法则的植物，哦，那植物也跟最近也跟政府接轨，就是说是有机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叫自然绿有机，就是在有机上面的一个等级的层次，啊，哦，层次，它是可以让我们身体放松、还原，那平衡自由基的，不像普通的食物是让人家有兴奋、压力，或者是说老化的这个因子，哦，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农场有种植了很多的苦茶油，还有任何的有机蔬果，因为这些都供应给我们养生营队来吃，哦，来吃。那现在我们这个农博我们有一些有机蔬菜，但是大家太重了，所以说比较不适合他们，所以说我们拿我们的有机种植的苦茶籽，然后榨出来的很棒的苦茶油，然后来这边分享，啊，甚至我们的养生营也有用到这个叫亚麻仁籽油，但是都是进口的，它做法不晓得怎么样，所以我们也自己用做苦茶油的这个方式，又是古早勾法的来做这个亚麻仁籽油，所以大家反应很好。那这次在农博，大家我们都请大家试喝，啊，试喝以后大家都会拿一两瓶回去，一两瓶回去很多人都回购了，就是打电话来宅配的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这次因为我们是这个县政府邀请我们的特色粥，就没有收我们的摊租，啊，没有摊租下，所以我们把它优惠一两百块钱，让大家都可以先尝试看看，啊，尝试好了以后它就可以跟我们的连结，跟什么样的连结，我们的目标是让地球跟我们更健康，怎么讲呢？因为我们要找到对的人，我们是找到好的地、好的心意环境，然后最重要依循大地最自然的规则，然后启动植物生命漩涡之力，让我们来关怀大地，慎选优质的食物，啊，那么用的是自然绿栽培的农法，啊，孕育出真正的原味的食物，所以说我们也是必须要用最纯净的意念，去耕耘最甜美的蔬果，啊，那我们在这边农博也是要寻觅，啊，顺应自然的真正，啊，原味食物的爱好者，这些伙伴一起来让我们的地球跟我们更健康，啊，简单的跟各位，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实验，因为这个石油的问题，你看这个照片，这个是真正的油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沙拉油，这个是混合的，我们放在冷冻哦，冰箱9个小时，那拿出来看的结果，真正的油它是冰粒粒分明的冰沙，可以结冻的，那假如说不混合的话就不能结冻，就像牛油然后会塞住血管的亮亮的，那假如说普通的油就像猪油，真的是会塞住血管，为什么有这个现象？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哦，假如说很高的话就是这样，它有82.5，那假如说这个是差不多40%的话，然后两个混合60%，所以等级不同，它的呈现的物理状况就不同。那现在有很多人误解冷压跟热压的问题，怎么讲？我们后面下面的这个一个照片，冷压就是这个茶籽采收晒干以后，
然后要打碎，哦，打碎以后，然后再把它蒸过、吹滚、杀菌脱臭，然后再来做成饼，好，哦，做饼，然后慢慢的把它压，给它压力，慢慢的滴出来，再一天才能够，得到好的油。那我们一边在路，一般在路边看到那小台机器，那个是表演性的。为什么表演性？因为它只有一个轴承，叫做佩拉，叫做连续式的涡轮的，它在里面会应急，会产生高压。譬如像摩托车紧急刹车，它会产生火花咯，高温超过它的冒烟点，所以说它已经裂解了，分子破坏了。它一个月以后，或者是可能几天就五油化味跑出来了，好，那油化排出来啊，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油的时候要选择啊，是冷压的还是热压的？冷压的可以放很久了，不要碰到冰箱就可以保存很久哦。那只要热压的话，你不放冰箱，更快就油化味了，甚至放到冰箱，油化味也跑出来了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在吃油的选择上也是很重要。那再看看有的我们电视大家可以知道资讯，比如说这个瓶子拿起来。好，它有这个镜面，有没有形成的镜面不会破掉的，哦，它就是叫做表面张力大，所以说它就是苦茶油。或者是你拿起来，哎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然后你的气泡慢慢的升上来，那这个气泡在这边它不会破掉，它的表面张力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真正的什么叫的 real original wood。好，所以说简单的讲一下，譬如说我们看看，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也有在做諮商，照片就可以諮商，或者摸了食物就可以来测量它的能量。哦，我们也有做全球性的，你拍了照片就可以来諮商解读它是自然非自然、阳性阴性，啊，哦，是好不好。哦，所以说这个是，那你看看我们的所种的这个有机的根茎类的，啊，这边的蔬菜带过来了，是不是马上烤烘的会黏起啊，所以这个根茎类的比较容易保存，它的散发出来，我们在拍这个照片就可以諮商它是阳性或阴性，是自然非自然，因为它有一个漩涡之力，是正常漩涡还是逆漩涡啊？正常漩涡是我们身体可以帮助我们平衡自由基的，那假如说逆漩涡的话，就是破坏我们的产生自由基，让我们老化，让我们不健康。嗯，那这是大概跟大家分享介绍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还要跟提的就是说，哎，我们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荣民大学，啊，荣民大学就是云林县有一个第四届的，啊，它有一个双轨制，双轨制这样有师傅跟学徒。他除了在学校念书，也要到农场来实际训练耕种啊，所以说我们这负责人也是啊，也是这个农民大学的，就是师傅，这个我们的县长所一个聘书啊，大家可以看看聘书啊。不止这样，我们在这个桃林的瀑布的旁边啊，瀑布的旁边啊，很漂亮的地方，我们的食物都是用泉水所灌溉的啊，灌溉的 ，OK。那产出来都是非常非常正向的能量，非常正向的能量。那我们这个农场，之前也办很多很多的全国性的活动，那很多人在那边高兴过。那我们现在进入，不只是吃，是让大家快乐，拔除别人的痛苦，让大家身体不健康的变成健康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叫做养生营，叫做 New Temple， 类似海岸医院的 New Start。我们的威力更大的就是 New Temple， 有九大的自然健康的方法可以落实在这个场地。在草里啊，海拔900，在瀑布的旁边，瀑布旁边，那很多木屋群哈。啊，我们有对对，在这边。多拿两张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